Random TV， 这里是四射小金刚极限生存运动会现场，小金刚到底能不能完成举重场上的极限生存挑战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四射小金刚，品质杠杠的。Redmi TV， 这里是四射小金刚极限生存运动会90公斤级举重比赛现场，6400号选手信心满满。好，我们两台四射小金刚放置标准位置。好，双脚落位，准备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起，漂亮漂亮，成功了。让我们看小金刚表现。耶！小金刚完好无损，四射小金刚品质杠杠的。